可以抓女生的手，怎么会这样？你真的不可以这么轻了。不要放手，我们是讲，你要不要放手？哎，你的指甲用到我好痛。哎，你放手，放手。你要不要放手？不可以，放你放手。哎，我就是讲这样，放手。你要跟你亲，哎，你捏到他会很痛。哎 ，sorry。没有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 ，no no no， 没有人要跟你出去讲吗？哎，不要这样，你出去。啊，好痛啊！你太痛了，我你真的好痛啊！啊，小亮哥，你怎么？华姐抱抱。不是啊，华姐，因为啊。彩华姐，华姐，华姐，不是，我们不是也介绍亮哥吗？不是。这是我另外一个节目叫真的不一样啊。啊，我们要测试，如果说有人在辱你这种时候，你要你的包容力够不够啊？处理事情啊？怎么？刚刚你们在哪？我们刚刚在里面看电视，我们都在看。你们这一个房间内有？对，那么多人在那里看电视。哎，那有里面的人没有穿衣服啊？有。放心，放心，这里放心。华姐是个好姐姐耶。你在吵的时候，他吓到。对啊，而且跟没想到我会回嘴。那个男生好凶，都会一眼神。那个男生还瞪啊，不要再一直瞪。华姐好好，是包容。我给你报告一下，是吉哥发怒，吉哥惊掉，吉哥没了，报警，报警，而且他还怀孕，过来。对，要报警。怀孕了。然后最后说，好，我报警。赶快冲出来！哦，厉害！哎，这是什么样专辑？这个是我其实我是最近出了一张这个。不好意思，以身相许啊！哎呀，没有看到是声音的声吗？这个是声音的声。你冷静，目前你不方便，我也不方便。不方便，困扰。等我们两个都方便了，我也解决了，我的也解决了，没有在在乎。喂，好姐，冷静，冷静。强的啦！我觉得我拿到这张，我你变得好慈悲哦，放光芒了，痛！哎呀哎呀哎呀，好可怜，好可怜！真的耶，你光芒了！谢谢彩华姐，空气感谢。老师刚刚这个标准，我觉得他的包容力啊有两个层面，是如果是别人欺负他，他可以一直包容，可是当别人欺负他周边的人，他的包容力就站出来了，对，就会保护，对，正义感就出来了，正义感。只要有朋友有朋友，彩华姐是我们那个演艺圈的活菩萨，没有真的哦，所以说有任何被欺负的，赶快来找他。谢谢彩华姐，谢谢彩华姐。今天我们的测试大成功，谢谢大家。